碾碎。来把虫。全军出击。今天我们草本团最后一个任务，兄弟们，加五十分。今天小画家还有那个斗鱼那个新的礼物已经垫不少了，东西还没出货呢，一个货没出过，兄弟，可以尝试一波，好吧？召唤师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啊啊！可敬的怪物，老伯，你的杀戮是为了生存，我也是一样。管刺儿。死！刺儿！刺儿！你们这些生物真难看！嘿！咦？没有用，闪现你也杀不了我，别追了。
投你。要不我再吃一波？最后还得吃一波。哎呀，这我操！不让吃啊！其实我应该放个眼儿搁这儿的，因为有点害怕那个凯隐可能会过来枪杀我，但我没寻思他真敢枪杀我。这我确实是没太想到。都不回家呗，好好好，咋的呀这样。
反送没？哎，反送！啊，烤个石头人儿。白银等级挺高啊，九级啊。先来个护甲鞋吧。哇，那不把凯隐口了吗？就是没口死啊。老黑有大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就是世界的祸害。什么玩儿呢？去，让我刚一下。吃个二塔吗？尝试一下，谢谢左近的钻石粉丝儿。干啥呀？
不见了。啊，100块钱。啥意思啊？够了。目前来讲还不是那么很幼啊。看看，这感觉吗？猛，让我刚一下。那玩意儿他妈走不动道啊，地上全是那冰拳。咬我口一下，走不动道啊，那没办法呀，那地上都是减速的。
但主要是因为没闪现，有闪现不给他投死了吗？其实我们家这个瞎子还没有这个亚索厉害。这瞎子跟那个亚索他俩其实差不多。装逼呢？你跟我装啥呀？不是这锤死的。他妈装逼呢，格莱门。干啥呀？那打大龙啊？不太行啊！抖你！没刚到，哎，好烦！都回来了那种感觉，狗仗人戏呀、啊！不让我说话，没办法。变大。刚也刚不着，好烦啊！这去，呦呦，哎呦吼，呦吼呦吼，哦。先来个反甲，再来个石像鬼。黑暗万岁 ！Legendary，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没有说你，我说瞎的。
能不能先让那个锤石死？哎呦我操！先拿点血。没让我动，全是减速。怎么每次玩虫子都有锤死？不到啊，很讨厌是不是？我还躲不了钩，那玩意儿那齁老大的。锤石咋那么烦人？咋呀？干哈呀？哎，谢谢傻飞飞。那山水厨房也谢，早点把他口了都好，我口他没用啊，我口得来门啊。意识太差了，我操，居然现在能有人说我意识差了。兄弟，我都不用发，我说实话啊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我就不用我的小脑，我光用我的大脑，我玩这个英雄联盟这个游戏我就能玩死我，我就拿我的意识我就能玩死我，你跟我说我意识太差了，这不是说我瞧不起你，我都不发动我的小脑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我意识差的。先把你口了吧，没办法了。我操，有闪现！哇，好高的虚区啊！
900米，我还需要300块钱。谢谢傻飞飞的小画家啊，谢谢。你发现没有见过我们家的 AD？ 没有发现，没怎么见过呀。我吗？嗯？马上啊！哎呦哇！我扣你！刚一下，再刚。